下班了。今天是这段时间以来了第一次下班，天没黑的，好多天没回老家了，回去看看，看看我的黑娃了，现在有没有好了，还挺担心他的。到这里就不能骑车了。以前我每天回来的时候，黑娃就会在这里来玩，我把他想成是在等我了，不过现在他生病了，没来了。哎，有点失落了，转过去就是我家了，始终没看到黑娃。朋友们，我太感动了，黑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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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来了，黑娃，哇，你好了吗？啊？啊？哎呀，来，我摸摸。嗯，我看看你的眼睛，过来。哎，是好多了，但是瘦了好多了，眼睛好了。哎呀，黑娃，哎呀，来抱一下先。哎呀，你想不想我？啊，黑娃，我已经晒成黑炭了，比你还黑了这几天，天亮出门，天黑回家。啊，哎，对了，你不给他带了点肉吗？在我兜里。在你兜里。黑娃，你现在吃不吃肉啊？那几天我在家的时候给他肉都不吃了，来给他肉。我们家楼下那个卖肉的那里拿的是吧？嗯。这小主人还给你先特意拿了点肉了，吃不吃了？哎呀，能吃了，能吃的代表黑娃已经好了。啊，前几天我在家里的时候肉都不吃了，把我吓惨。把我吓坏了，黑娃你、啊，看来真的是感冒了，他流鼻涕、打喷嚏，你怎么会感冒呢？38、9度的天了，他感冒了，黑娃。哎呀，那天喂他，他就不吃了。啊，回家喽。